陈哥，你看，怎么给你果果？怎么呢？说谢谢，说谢谢没有？说谢谢，不要谢。那么多果果哈，走了。好，杨子，你们嘛？有点淘气。那不要那些都是在堆着的，要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香。前面这边有人卖那个野鸡吧？是不是？我们这边去看一下。然后你看，那在家热炒面，你刚才过来今早。那炒到点卤味，卤味炒到鼻子，你要把刚才回来煮。八十多，那今天卤味今早喝这些东西你看，在这边啊，你看，很多人买了。嗯。没看一下。很多人买哈。嗯。买了吗？啊，今天是鸭子吗？鸭子放了。好好好，你看我吃。好吧，好吧，鱼吧，鸭肠干嘛落实？老陶干，我给你做了。弄只假照给他吧，弄只假照给他跟几根吧，跟几根是俺的毛囊，叫他挣了事。你来用的吗？你到跟那鱼不不，你不会整天。你不休息，你不休息，你不啥呀？不是他生意太好了，你看大家都在问啊。你买账吗？啊？你去拿，假照不弄就不拿走。哇，你看，哇，这鸡，前面那个是什么啊？好漂亮啊！走来了，我走了，怎么样？买呀，买白天的，白天买干不？还没老哈，有那么个老不老？有，我强。老师，要有拖，大不了拖拖，那个是毛罩子拖拖干。你有拖罩子，做拖罩子，拖拖罩子。嗯，那毛罩子搞拖干，拿东西买这种的干。这个这也，这个不能塞哟，哪里？三万这五千兆，那别的五万，你不得笑了？来来来，别走了，别走了。哎，我是八哥。来，走不走？来，第二个来。不要这一找个一种一种更高频。八十一只哇，大概有两只多吧，每只都可能差不多。哇，还可以啊。光是。我们下给他顶那个。万一把它们这种鸡肉肯定好吃。把它倒过来。看，还挺老了，你看这个脚都长挺长的。那是第二菜公司的。买两只回去啊，这个是已经选好的，啊，脚已经绑住了，这种啊非常会飞，一不小心就跑掉了。还挺重的，两斤多。你告诉我哥。哦，这么点儿重啊！你称吗？你称吗？你称吗？挑了两只回去啊！哇，其实这种放起来也还好是吧？比其他买的那种土鸡还是便宜的，而且这种野的嘛，比较吃的肯定比较有用啊，肉肯定比较好吃。那你抓松叉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下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，回家了。